主料：青菜、山肉、瘦肉、大米。辅料：盐、黑胡椒。准备好食材，将大米放入锅中熬约10分钟，放入山肉、瘦肉煮一会，先加入青菜帮子，过几分钟再加入青菜叶子，加入稍许的调料，小火慢煮，至粘稠状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慢火熬的时间长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